们今天继续来挑战植物大战僵尸鸟与森林魔改版第四章的最后一关。 OK， 疯狂大夫出现了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暗？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嗯，好吧，希望你能活过今晚。哇塞，这个感觉，哦，这是传送带关，但是天空会忽明忽暗啊，这怎么玩？星星果来放一个啊，星星果是全方位攻击的。哎，第二行开始出现了两个僵尸，一个路障，一个普通。这边来放一个双向豌豆射手，这儿再放一个仙人掌。星星果来吧，水上放一个，这儿再来啊，水莲再来放一个，这儿再放一个星星果。苹果可以全方位攻击啊，这儿再放一个仙人掌，南瓜头啊，放在这儿吧，这儿，这边再来补一个仙人掌啊，因为有可能出现气球僵尸，我们以防不测。这边水里再放一个睡莲，最上面有一个僵尸出现了，有可能会把我们给啃掉哦。这边再放一个星星果，怎么这么半天都是黑的？好，这儿来继续星星果水冰菇，继续来放睡莲，这感觉怎么跟慢动作似的，你们能不能快一点啊僵尸们。来，南瓜头，海蘑菇，继续来，这儿再放星星果，磁力菇来一个，吸走它。你最上面一行啊，还没有这个，还没有仙人掌。来继续，又出现了铁桶僵尸，再来个磁力菇。好，最上面我们补一个仙人掌啊，防止这个气球僵尸出现。水上继续来放莲叶，来继续仙人掌。哎呀，水上的第一行的仙人掌怎么也没有了？最下面又出现了铁桶僵尸，我们来一个南瓜头保护一下。最下面来，这是第二波僵尸来袭。来，我们挖掉一个，放一个仙人掌啊，以防不测。来，继续星星果。哎呀，出现蹦蹦僵尸了，这可还行。水冰菇，下面其实需要两个这个磁力菇啊。又出现蹦蹦僵尸了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怎么哪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就来什么呀？双头豌豆，哇，最上面出现了矿工僵尸。星星果赶紧补上，不知道他给我啃成啥样了啊！再补一个星星果，南瓜头，
来继续。又出现蹦蹦僵尸，哎呦我的天，怎么搞的？我需要的是磁力菇，懂不懂？快点给我来点磁力菇。恐攻僵尸啊，从后面出现了。好，接下来是最后一波僵尸来袭，做好准备啊！可能一次会从水里出现大量的僵尸呢啊！看看蹦蹦僵尸来了，仙人掌、星星果来，来继续，海蘑菇，哎，搞定，得到全新植物，这是什么？卷心菜投手是吧，可以向敌人投掷小卷心菜。